那就抽吧，就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狗兵的 YouTube 频道。没有错，我们这一次的狗掌玩开箱呢，要来开箱一个众所期待、大家非常期待的一项商品，对，就是 PlayStation 的遥感悠游卡。对，那我还没开，我还没拆封。那我在我的 IG 上已经就是询问自己朋友圈，就是说我收到的当下，我想一想。我本身并没有在玩 PlayStation， 我也不是 PlayStation 迷，所以我在想说，我既然都已经拿到，而且我是拿到第二波预购，那不如趁这个机会拍一支影片，就把它抽出去。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我后面这一段会先进一个空景，但在进空景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讲，你现在看到的是有一个这个塑胶套的外包装。那我等一下会把它拆开来，然后去做特写。特写完以后，我会再不再用原本的包装把它包回去，我会用泡泡纸、泡泡袋，然后把它包好，然后装进盒子里面。那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，你可以继续看下去；那你不能接受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关掉这支影片。Yeah。好，那在后面要讲活动资讯之前，抽奖资讯之前，我先强烈的先打几支预防针给大家，不然到时候又一堆叽叽巴巴的人出现在干你啊鸡掰之类的。第一个，一般人会讲说啊，你他妈的这个时候抢到，你又拿出来办抽奖，啊，干你年纪吗？你又没有要用，你又没有怎样，你又没有收藏，干，那你干嘛抢？抢屁哦！不好意思，我本身也是一个玩家，我自己也有在经营游戏，我只是不是玩 PlayStation， 我不是玩 PS4， 我不是玩 PS 系列的。那身为一个玩家，看到这个东西出来，他妈的，当然就会有一个玩家的荣耀、玩家的使命。说啊干，这个东西我也要，这个东西我也想要。那后来就是因为在收到了以后，仔细的思考一下，我本身并没有玩 PlayStation， 那我也仔细的去思考过去这么多款 PlayStation 的作品，其实并没有很烧到我，所以我才决定毅然决然的将这个东西办成抽奖，给它抽出去。对，这个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跳出来靠北这件事情。那就这样，这是第一件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？好像没有第二件事情了，就这件事情了。那这边就是这一段很重要，抽奖讯息发布的时间是11月17号。那11月17号是礼拜二。那我就是抽到11月20号的晚上12点，就是23:59:59这样子。OK， 我怕有些人在那，啊，你又没讲，啊，你也没讲几分，干嘛的，就抽奖嘛。啊，反正11月17号抽到11月20号晚上12点，晚上十二点。那你只要做到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在这个频道按下订阅，这支影片按赞，然后在下面留言，抽奖的依据留言，然后我会将留言的先后顺序做编号，然后在活动结束以后去抽那个编号的号码，就这样，就这一个，那就抽吧，就抽吧。那就这样啦，那喜欢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然后很重要的，记得想参加抽奖的，就是订阅、按赞跟留言，以留言为主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